Yeah, it's for you. Yeah, 恭喜我们丁娜这次获得了本次的胜利。获胜之后，我们有一个特权，就是我们可以选一个哥哥，指定他完成一项任务。所以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？狗，你想好指定是什么？你想好了？我想好了。我想让龙哥拍一个蛋桃公主。蛋桃公主。这个，我的天哪，这是妖怪吗？公主看见他要跑了，那我就先去把龙哥叫上来吧。龙哥，龙哥，上来！什么什么这些？我们第一轮这次获胜了，所以我们使用了我们特权，就是让你拍一个非常帅气的一个东西。等一下，我给他看一下吧。是真的帅气了。我发誓是真的帅气，哎，帅吧？不，哇，你这个，我们换个别的。不可以，已经使用了就没有办法撤销了。三分钟过了，过了两分钟了，抱歉了，对不住了，哥。养着弟弟，好。什么眼神？这是什么语气？一直来都是这么聊天的吗？对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好像不是很有意思。你为什么现在又不容易了？啊，也是。好吧，那就不要了。没有，其实这个好玩的什么，让他说一个，然后我们就想，你知道吗？想个过程，就是我们录的音啊，然后我们这边也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啊。嗯，其实录音的时候当然有个问题的，问你们，在录音的时候有没有那就是比较难的？其实呢，我觉得还好。啊，好啊，这么厉害，来你呢？我的高音就挺多的嘛。对。好。那句。哎，闪躲了吗？这算闪躲了吗？行，我要给他一次机会，再来啊！我不要，你试试这玩过。你跟龙哥做一个。我还没说我做的吗？不行，我要让你们再来一次。我还是比较矜持的。不行，啊、就来老师，我命运。我跟狗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，我不要来。命运，石头剪刀布。来，快点吧！你们四个人一块来挑战我，你们四个来一块在这躺着坐。起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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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差一点，我傻了啊！行，哥们儿，这个对我杀伤力太大了，哥们儿，这个。来，我挺喜欢这个东西。我就让那哥们儿，我就让那哥们儿，哥们儿不要费时间，你怎么了呀？有导看观看这个视频的所有人，一定要把我特写给弄出去啊！来，他现在来，很好，来三二一起。看你俩行，坐跟过。我现在很失败，我来狗狗这个赢不了。不过没关系，这个挑战我的是于小雨，我已经赢于小雨了。行，所以这局算我赢了。我惜败了，所以看土味也是有好处的，好吗？人间有你狗无味。那最后一个要挑战什么呢？哦，挑战他那个魔法，是吧？狗狗好像是被我打通了通话麦，然后狗狗上来陪我说这个俯卧撑之后，它就变成这样了。这我不用负责了，我。有点恐怖了，狗狗现在。那就是龙龙挑战什么？来挑战舞蹈，舞蹈好。我给你想到一个很好玩的练习舞蹈，就是你还记得这个上次生日的时候，就是关键词舞蹈吗？哦，对，就行，可以。我只要你们想好，随便来挑战。然后我来给大家出关键词，然后你们跳。OK， 行，好，毕竟我是无敌的。哇，咱们不是同时代的人，我为什么还有你送的？来，第一个关键词，假一打电话，前头，假一打电话，怎么打电话？假一上厕所。And I'm sexy like Christina when I dip below。这就是洗脸。这就是洗脸。妈的，洗屁股。假一，不好意思。他在干嘛？加一口酒，加一口酒，加一口酒，加一口酒。我什么？我也加我口酒。口酒，你这不劲儿吗？哇！哎，我蹦为什么没那么多事儿？我刚没蹦吗？我是没蹦吗？你再蹦，我也可以啊！哇！人去比赛，也是我获胜了吧，然后对吧，是肯定是我获胜吗？确实啊，你的存在像 sunshine in the dream， 就紧紧抱着我 take away my pain， you're my strength， 在聚光灯下只为你，每一次怀疑 cause you always be my baby。